好冷。我从月子中心现在准备要离开，赶快回家。现在大概是晚上的快9点吧，然后外面的体感温度可能就4-5度，最大概是我老婆这阵子在月子中心很认真挤的母奶，全部都是。那我现在赶快拿回家，为什么要现在拿呢？因为这个东西不能离开冰箱太久，那刚好这阵子有寒流，最适合在晚上很冷的时候拿回家了，因为就在外面就跟冰箱是一样的冷了。这是我老婆的爱心，帮东东准备的，所以，等一下放着，然后先开车厢，手套先摆着，然后安全帽。先夹住，然后好，这个是统筹的安全帽，然后戴一下手套，有点狼狈。好嘞。好，我先陪到这边。我到家了，好黑。好，我先上去放一下，开灯。室内的温度是19。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但是室外的温度啊，我现在会用 GoPro 拍，我可以用手机看。室外的温度是8度，8度是这个它预估的啦。那我骑车的温度应该是可能只有4-5度。哇，地垫变这样，就表示我们的扫地机器人萝卜应该刚有跑去厨房。那个等一下再处理，我先来把牛奶放进冰箱。我需要两只手。我先脱口罩，好闷，快没办法呼吸，有点喘不过气。我老婆超认真的，这一袋至少有个快，搞不好快20包有了，放得下。先这样子。先放在这里，先暂时等我老婆出院，出月子中心的时候再来整排好。然后我要排一下这个地垫，全部搞得很认真。要跑进厨房来。好，事情还没完，我老婆还有交代我要去买，去大树药局买母乳储存袋。150ml 的大树药局应该是10点关门，我现在要再赶去大树药局。口罩别忘了。日高零件装完了。9点半，我到大树药局了。母乳保存袋，母乳保存袋在哪里？母乳保存袋，我今天问的比较快啊。请问一下，母乳储存袋大概在哪边？对，前面这边哦。好，上面这两排。好，谢谢，我看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这边都是。我老婆说要150ml 的，是250、250、250、150、200、150都是这个。
哦，应该没有别种了，还有60帽的好少，牌子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个150帽的20个，先买一个，然后这是几帽的，这是60帽的很少，这是260的捕获中，好，现在没有别的可以选了，就只有这个，好，去付钱。这个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买好了。啊，里面好温暖，外面好冷。买好了，我现在在月子中心。中心啊，手整个都是冰的。手没有知觉了，有点拿不太住东西。有点麻痹的感觉。我还买了一碗红豆汤，晚一点可以喝。我要拿反应卡，等一下，反应卡。红豆汤回来要不要喝啊？不要。好，你下完这一盘，你跟妈妈一起喝，好不好？红豆汤里面有汤圆，然后妈妈重要的是这个，有买对吗？150帽的。八十九，那没有超过100块吧？89块。嗯。外面真的好冷，外面真的很夸张。妈先说好，再给你。好。好，那我就记录到这边了。大家这几天天气很冷，今年的冬天特别冷，出门的时候要记得保暖。谢谢大家观看到最后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他们母子在下棋，拜拜。妈妈再擦一步。好吃吗？好好吃。我手还很冰吗？还很冰。